到地面底下了。那今年真的大家赞不绝口，哎，尖叫的，还是要靠南哥。南哥说：“二雷我来啦！”早早那个踢腿踢腿，我懂，最近怕太厚，那点了去冲。这个球认真跑，搞不好还有三垒安打的机会。好了，就这样说定了啦。这个到时候年底了，有去参加投票，我一定南哥一票上我的啦。对对对，紫砂球投得好，哇，掌握的也很不错哈，投得好。为了南哥，今年要去投票。确实不错了，坦白讲，那个成绩是很明显的有突破。顿一下，只插球，把球带进了，还注意。对，但好像稍微有点抽筋的样子。没有，速度有点放慢，还好了。现在换下场。对，合理合理。对。